着二胎政策的开放，现在家庭用车对座位的数量要求高了起来，一堆七座 SUV 和 MPV 纷纷投入市场。不过七座车型却没有六年免检的政策优势，因此如果觉得五座不够，七座需要两年一检麻烦，那么一款舒舒服服的六座 MPV 就是最适合您的选择了。今天专书就推荐市场上几款产品力不错的六座车。专书点评：比亚迪宋最大的特点就是它的设计，被媒体誉为最美比亚迪，可见大家对宋 MAX 的外观评价之高，相信外观也会是很多人选择它的原因。除了外观，动力上的 1.5T 加双离合的组合也已经很成熟了。空间上，受限于轴距长度，宋 MAX 的第三排空间一般，只能提供应急时使用。专书点评：别克 GL6 是别克打造的一款定位低于 GL8 的 MPV， 外观与内饰上都沿用了别克的最新家族式设计语言。新车座椅布局采用了2加2加2的设计，第二排两个独立的座椅保证了后排乘客的舒适程度。值得一提的是，第二排以及第三排座椅均可以实现放倒，灵活度很高。不过全系三缸发动机在 MBH 方面的表现不够完美。专书点评：本田捷德的造型是介于旅行车与 MPV 之间的一款车，与 GL6 一样有六座车型。从家用车角度来看，外观相比常规 MPV 更加容易被人接受。作为家用车，捷德的尺寸不大，但是内部的空间感不错。不过捷德最令人遗憾的是略显糟糕的 MVH，这点也是本田车型的通病。专书点评：海马福美来 F7 在官方的定位并不是 MPV， 而是七座轿车，因为它是基于福美来的底盘打造而来。不过这造型专书还是更愿意当 MPV 看。福美来 F7 的空间表现不错，动力也达到了主流水平，不过外观设计感一般，内饰的用料也不够出色。